对啊。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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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很远。老蒋，很远呐、啊。很远。大哥，别等一下，大哥，骂他一下。太难多嘞。阿布。很近啊。今天就是要加油。赛很多哎、欸。两车啊，一车啊，你来了、哦。还一车啊、哦。哎、欸。加油加。李俊昭、叶明昭、尹成昭，今天两车。郑龙昭、圆圆昭。不要拍了。李俊昭，早安。你看，我的，你先放走，等下进来。讨厌。真的啦，现在从手上很多东西啊。干嘛？干嘛？你自己看的、啊。你一说要带很多就对了。那你。还有一车啊。就这一车吧。还有一车啊，真的。还有一车没来。谁在？你笑。对啊。这礼拜没有很好，这礼拜指标没有很好。我跟高雄那边。为什么？会啊，这礼拜的人就会了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。早安，午安，快点拉！看我怎么站着干嘛？我站着干嘛？你根本就没卷啊！没有，是我自己都比较。卢比，Hello，黄金，Hello。会打毛嘞！六月可早安。摸不到啊！哈哈，好，我累了，快收摊了，休息你啊、哦。哦，你在那么大车干嘛啦？叫我载的嘞。谁叫你载的？你呀、啊。我让我叫你载。上礼拜不说再多一点啊？没有我的那个嘞。平常说什么话你不听啊？说这个你就听了。经常说什么你不听啊？这个随便讲讲就听。啊，我无，你在这么大车没有摸啊？你没有黄姨哦。那你今天带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吃冰块。对啊。那有巧克力酱跟草莓酱吗？有啊，还有吐司。日早安，小龙早，我等一下调一下给梯度嘛。哎、欸，阿布。怎样？什么事？如果有人有没有葱油饼啊？我刚刚说没有。葱油饼。花饼那些的。正常。下礼拜要抓，不知道讲哦。今天就要教我了。会啊会啊，还好不要再给多教时间。教许啊。认真的在露台啊，我知道啊，你要把雨衣弄在脚上，我看到啊。裤子。等下弄台啊，是太久没洗了，是不是？很久啦。所以昨天就很认真的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太脏了。
同学妹妹早，最近早，宝莲早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解释，这会不会不清楚啊？阿布来帮忙搬，帮忙搬。你说的出口？说的出口啊，出口。看一下。再解释一下。
新丰桥，下车吧。